根据一项资料报告显示，得出来的结果轰动全国。十个人里面竟然有八个人不懂什么是户外过滤器，也就是高达80%的人没有接触过户外过滤器。一般在我们的认知里，家里透明的水就等同于干净水，可是真相真的是如此吗？那么就让 Philken 带你揭晓透明水等于干净水神秘的面纱吧。你看到的透明水其实里头暗藏着许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从水厂经过破旧不堪的水管运送到家里的自来水早已被污染了，破旧水管表面的附着物通通都会被自来水吸附，长期饮用使用的话会导致身体不适和皮肤状况不好。Everyone deserves crystal clean water.